已经营运在地下二十年的自本的公路局的导览站，今嘛讲经过改造来变作是青年局、升级地，会当来辅导民众退休做准备，或者是时代想要来做这微型创业的人，啊，唔忙会当带动当地发展。为了去年到南南昌路汉南街口，七十多年前由地方人士捐款兴建公路客运转运站，但随着时代演变，二十年前就限制。近期有光复正建转型，打造成老伙仔和少年仔的共生基地。对，经过这个改造吼，替咱岛南吼注入新的活力，引外族啊，甲这些青少年创业吼啊，会使咧来教。还有学习课程。云林县是一个高龄化的县市啊，所以我们积极的希望针对高龄的长辈，还有中高龄的这个退休的长辈哈，我们如何让他们呢能够有再就业的第二春？文广表示，少年仔和老伙仔共生基地委托中正大学英文选择以农业为基础，以优先食品来发展产业链，也是有关农业相关的培训课程，希望帮助高龄工作者转职。还是第二专长。现在才知道说，食品可以吃得很原味，吃得很健康。老人家，我们怎么去研发给长者？在学校里面，因为我们老师，我们有很多研究的资源，有机器设备，还有一些专业的人才来协助，让我们传统的农业线不只是传统的这样一直在做，而且有更多的创新哈。吴广富就讲，岛南客运的古车站，因为临近代替古仓库文创园区，现在除了开培训课程。也将招募小型的餐饮业者进驻带动人潮，期望发展新的岛南生活商圈。记者吴宁报道。